锁死一点。哇，这只大哎，哇，这只很大。我们现在到码头了，那其他人在上船，我们就排队，等他们全部都上来了以后，再换我们下去。好久没启动了，好，对啊，今天天气好神奇，一个太阳都没有，挺好的，确实啊，一点都不晒，当时我还是晒了那个长的、干嘛的，因为我有一次也是这样。这种天啊，一点都不晒，以为很爽，就出去回家，感觉晒伤了，嘴唇都辣辣的，刺刺辣辣的。我们现在到钓点了，我们先准备好钓法焦的钓组，这是之前绑好的钢丝线，这个是一些串钩、三叉钩。这是我们的沙丁鱼，按照顺序给它们勾上去。像这样，待会丢出去啊，这个不挂铅就让它漂在水上。那如果麻椒上来咬的时候，它就跑不掉了。刚刚这一只已经放下去了。
多一点线。这个泄力要调好。那只要来吃的时候啊，你听到这个卷线器出现的声音，就表示它咬上了，这就给它架在这里。挂紧就好了。这一根呢，就来做沉底。刚好我钓沉底啊，我喜欢用单钩就好，避免钓到大鱼，另一块钩子去勾到一些礁石，那就麻烦。这样。又给你，到底了。嗯，有小鱼在咬。没咬到，一定跑了。也烂了。旁边有那个网子，这个可以，可以点啊。只小的重了，哦，是马鲛，看到是长的，它这个拉到船边啊，它会再跑的。应该跑累一点，现在两条线缠在一起。挂钩给我，挂钩对。哇啊！上来了啊！我们的马鲛解了，
不结了，先放进来。我把那个定位放下去。找到了你想要的宝地。哦，第一条马鲛，入袋了。这个钢丝线都被它弄破皮了，钢丝线换掉。OK， 这只寡杀丁去漂。那我们就等吧。哎呦，我的主甲原本的力气好大哦！哇，对。OK， 上来，然后哇，底部强，你帮我收这根小的。好，锁死一点。哇，这只大哎，哇，这只很大，不要吃鲨鱼就好。你可能哦。你这样子会有会从引擎过去到另一边。哇，这只重的很大哦，比刚刚那只大。哇，怎么会断了呢？我看。哇，钢丝线咬断了！哇，太大了！这个钢丝线直接咬断了，太大了！看好，太大了！好吧，好了，下次把它的钢丝线再升级一下，升级了。这钢丝线40磅的，啊！哇，刺激哦！刚刚那个明显的很大。听到那个就很快，而且它是不停的往前。对，而且又是这根大杆，本来它的那个强度啊，杆子的强度很强了。哇，我需要把那个钢丝线从40磅改掉。哇，还不够力哎。哦，怎么办？我的钢丝线就到40磅，大的。下不上来，只能欺负小的。我第一次遇到那个40磅的线被咬断，太小看他们了，整个直接就咬掉了，超强的。
卷紧一点喽，装备要升级了。我知道。哦，我那是什么？马鲛，马鲛。马鲛吗？马鲛。马鲛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帮你。控制住。可以，喂，再来一次，这么狠，你刚才投的肉，这么大一下，来，再来一次，哦，有 ，OK OK， 这次上来了，第一条，第一条大的，今天那些炸水都是哪家啊？你用钳子对，先解开所有的钩。OK， 够了。哦，哇，这个真的狠！来，这个真的狠。爽吧？爽。装备要升级了。好，你那个定位锚那个放下去吧，就在这里钓。在这里钓。对。漂亮，这只有来咬了哦，咬到了，最后一条下课鱼了。又有点像鲨鱼，那个也是鲨鱼。你的杆子要收起来啊！每次钓到大鱼的其他杆子就是收起来，不然它一缠就很麻烦。哇，我还以为是科比啊，看它那个颜色，结果是那个鲨鱼，先给它解开。留下来给我。啊？你要这干嘛？好啊，你先把你的杆子收起来。好，看我们没有忘了带，我们没有棒球棍。自己撞，撞到，撞。我做不到他身体。好，你放。放。哦，来，急着，我们差不多，现在就收了吧。没事。